第六天，在哪里？欸，其实现在蛮多人在玩的，现在很多人在聊天。你可能要讲图鉴，讲图鉴先把全部讲。少装怎么办？什么是不是合伙？哇塞！我看到有人做龙坐骑啊！刚才发现那只好像没讲。今天没看鬼子。我有传奇耶！哇塞，夸张了啦！都看咳咳，都看一下好了。我们最后开始讲时装。这时装要怎么讲？啊，出国阿元。我想要十连抽耶，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个。我好像忘记手段。嗯，文件怎么讲文件？坐到篮球面。南国的花朵，这不是新手吗？咦，我刚才商店都乱写。哎呀，应该是先讲这个。